慢慢出来啦。顶住，不要动，身体起来，身体摆立，好住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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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膝盖往上，大腿起，哇，很棒，好，垂直下，垂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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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对，对，好住，停，好住，垂直起来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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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动，好的，好的，不要动，啊，对了啊。一，不动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十，八，十，九，十，七，然后回来啊，好，走啊，这脚不动，这边脚勾回来，脚勾，勾住，勾住啊，你。五六七的蹲，然后好住啊！对啦，不要蹲太低啦，停住，好住，勾住这脚，好的啊，拿对了，撑住吗？托起来，往外托起来，三七七七七，一下一下下，好，来起起弯起。对，好的啊，挺住啊，来二十秒，一，喂，不能碰水，来啊，很棒，三，身体起来，宝贝，四，身体起来，不要搂住，五，六，身体起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七，对，再耗一下，再推一下啊，你自己蹲下去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标不标准，走蹲，对了，好一点点，哎，非常棒，再起。好多了哇！脚背终于出来了啊！现在撑住，现在好多了啊！下来吧，去吧，宝贝，老师帮踩一下啊，踩开，脚背很重要了哇！坐下去，宝贝。后背立直一点点，抬头挺胸，嗯，膝盖拉直直，对了，喊最棒了啊！抬头，宝贝，再脚啊，还没开始，怕了。膝盖在膝盖拉直，你这里还没碰地方啊。
通电。哎呀，你看他就不说了，看到没？看到了吗？啊，是不是？说回去不然出不来的，说回去那老师不怕痛，老师说也痛吧。来五秒，四三二一，好了，再我们是来一二三五，用力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喜欢主播可以点点左上角关注一下啊！谢谢大家，我们小朋友特别棒的，小朋友也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练出这样子的，也是循序渐进慢慢来的。我们是正能量的直播间啊！如果说在上面发表一些其他言论的话，老师就把它清出去了哦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这个爱心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。来呀，准备，宝贝。好多了啊，是不是感觉？
都有脚背式是 TPC 的脚背，技巧是第二种脚背，对不对？你要把脚背解决了，脚背不解决的话，你一出脚皮我就知道专不专业了。老师已经能当评委，是不是？是。按是评委的角度有训练，可准了。这边通知吗？是不是？请你们好，大家自信一点啊，很棒。这边硬一点的，两脚阿宝呀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每次都达到自己的极限，那下次的 极限就是新的开始，这样好不好？啊，稳住，伙伴，稳住，好吧？不要看他，看他就不动了啊！这样，老师最爱你了，最棒了啊！送出去。下宝贝，对啦，我们的航姐就是我们这小朋友的妈妈。现在都是什么年代，还会受伤啊，小朋友啊！只要专业科安全的方法就不会。宝宝注意吸个拉直，